场，我们两个去游乐场？我没办法像小说里的霸道总裁一样包下整个游乐场给你的。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不知道变装吗？变装？<laughs> 你就算套个麻袋，你的粉丝都能把你认出来，信不信？不会的，只要让我的变装师来帮我们化个妆就好。你真是疯了！游乐场有多少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以为我会答应你吗？ 做梦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丽锦已经坐在了瑜伽的板凳上。亲爱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给你画的呀，你爸爸妈妈都认不出来。不是说不来吗？为什么不来啊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因为项链还欠你一个心愿呢。去游乐场而已，能用掉一个心愿，是我赚了。而且我还没有尝试过不武装自己走出去的，多刺激啊！就算出事。 肯定也是你比较严重，你要是被认出来了，我肯定拔腿就跑。那你试试看呢？看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我给你卸妆快、哎？很快，丽锦发现自己戴上了假发、眼镜，还编了麻花辫，脸部修容，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另一边的于千帆看起来也是一样的，乍一眼看去就是个相貌平平的大学生。嘿，出发，出发。 周六的游乐场只能用挤爆了三个字来形容。好不容易两个人挤进去，丽锦已经是满身都是汗了。你想玩什么？嗯，你选吧。嗯，去坐摩天轮吧。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在摩天轮这边排队的会这么长啊！还玩吗？丽锦想走人了，但是于千凡不知道是抽什么风，非要拉着他去挤。 就这样排了整整两个小时，等到丽锦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腿在哪儿的时候，终于要轮到他们了。哎，到我们了！而就在正正好卡着他们的时候，倾盆大雨对着他们的脑袋就是一顿砸，下暴雨了。